平东烟昨天向亚纪念呢，就是忙爱加入世界国际民生联盟。不过呢，是因为全乡亚下自来水普及率是有1.17%，来影响市民的分数。昨天乡公所就是忙去到各庄头呢，来催通说明。全乡圣美村总共有5514户，年时有3461户都同意的，有超过60呢都很来安。接下来昨天乡公所就会同自来水公司来探勘前村那片呢有较好的水源头，来安自来水系统，安尼昨天乡就有好用诶。如果这上污水出来啊，还有那什么啦？冇。大块水龙头，地下水路引流出来，民众用来洗碗筷、洗衫裤，如何唔干涉？安尼就吃锅，安尼煮茶咩吼？啊，伊平那去，如果到人工茶窖啊，石灰池啊，嘿，啊安尼平平时他们人工做的。20遍也要通水，60元。假使二是水煮饭，看同来买水，沙边做日常生活。昨天乡公所指出，根据去年十二月的屏东县自来水普及率调查报告，昨天乡自来水的普及率仍1.17%。乡公所去年八月开始，陆续向居民宣导，目前全乡已经有超过60%以上有爱到自来水的意愿。好哦，真好，哎。感谢安尼乡庄，安尼乡亲，诶，按支持，诶，通过诶，啊，怎么样？所以我哋阿伯呢，啊，过感谢吼，啊，我哋呢乡亲，啊，有通过一60次来水嘅也会调查，啊，我哋差不多年代时间呢，如果来做也会看过呢，也会实施哈。昨天乡政府民雄表示，昨天乡是用火2019台湾合作首镇，同台湾上镇品牌永续发展奖给使用，也全乡给自来水普及，这对做得为整体感染国际民生加分。为做到昨天给永续发展，听众爱先提升民生用水同生活环境。同昨天大草洲花都乡镇，本台湾最南端的万发乡上有机会在全球发光。下个新闻，潘神翁评论报道。